你要读书，所以说小时候一定要好好读书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老师可能就是你以后的老婆，一定要好好对老师，不要跟老师总是顶嘴，对不对？要补课的点关注，点关注不迷路，点关注老师给上课啊，跟你探讨一下啊，各种学科，厉害了我的陌生老师。走了，拜拜，明天这个时间再见喽，么么哒。